家阿伯当少年哦。讲了恁嘛，春秋就伫咧拍干，参像我这个岁数，遐尼勇敢无几个啦。头腰哪有可能吃补品啦？腿废啊，无可能伫咧吃药啊啦。看危险，你就知。我较早嘛有伫咧食薰嘞，肺油拢安尼飙悬，差一点就安尼中风，你知毋知？我就戒薰了哦，不管是运动啦、爬楼梯啦、滚倒啦，拢嘛袂断。我戒薰三十几年啊，就大家做伙来戒薰好吗？戒薰专线：0800-6363-6363。我爱甲恁讲一个，当少年的撇步，甲恁加一个，上重要的，分个概念先，槟榔嘛袂用的，身体大家去运动，你若运动身体健康，都那成就我的哈，后边安尼对鬼大阵，比找你输赢，有足侪人也在讲食薰拢袂高血压，其实食薰是上恐怖。在我会记，我伫咧拍戏的时阵，每早起我拢伫咧食薰提神啦。啊，薰一个食侪，伫咧扫袂停。然后我看医生，医生才伫咧甲我讲哦，食薰不但是会高血压，甚至于啊，佫会中风。然后我落去戒薰了后，你看我规个人拢清爽起来，啊，运动也袂喘。朋友啊，赶紧听我的口讲，落去戒薰就对啊，唔通袂记的。0800-6363-6363，朋友啊，听我的话，该婚你就当少年啊！